国立河美实验学校是台湾唯一一间融合中小学甲特教部的优先校园。校方长期甲财团法人仁爱赞助文教基金会合作，每年都会举办艺术创作比赛，并且将优秀作品编成桌历来举办，希望社会大众买单多多来支持学生的创作。2024年河美实验学校仁爱拉力伫今仔日发表，今年的主题是童话，童话。校方表示，2024年是疫情了后回归正常的第一年，希望借由囡仔发挥创作力，将生命力化作能量，带大家回到原有的生活当中。我们同学一起给热烈的掌声！我想利用我们孩子的画作，跟我们在这个请帖邀请卡里面，我们同仁透过著名的动漫卡通的几句话来作为这个引子。首先呢，第一句话是在《公主与青蛙》的这一部卡通漫画里面所说的：“我的梦想没有你就不完整。”仁爱文教基金会长期以来协助和美实验学校的学生，不管是在学习或者生活上，而且赞助学校的各项的活动，提供我们莘莘学子很多的帮助。第二句话呢，是在《风之谷》这一部漫画里面所说的：“生命是黑暗中闪烁的光。”2024仁爱桌历以童话，童话为主要的发想，期待呢借由学生们充满创意与生命力的画作，让我们从后疫情时代所受到的许多的限制，重新回到我们生活中的常轨。仁爱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表示，囡仔创作充满着想象力，而且有疗愈心灵的能力，希望社会大众多多来支持学生的创作。借由今天的记者会，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河美实验学校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，同时以这些美好的作品陪伴我们2024每一个幸福时光。今年的桌历主题是童话，童话。桌历封面缤纷色彩，为2024揭开序幕。桌历作品是以学生画作为主轴，不管是人物、动物、花卉、海洋，都展现了生活与生命的热情。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幅画作是疫情时代，陈柔君同学在吴炳老师的指导下，画出了过去3年新冠疫情中医护人员的辛劳。因为有医护人员的守护，让我们的生活可以重回正轨，传达了社会议题的关怀。对医护人员的感念，让我深受感动。仁爱文教基金会桌历义卖从2013年开始，今年已经是第12年了。感谢我们的前董事长周三义，他的发起，让我们开始有一个学习成果的舞台。各项立选拉力的作品，拢是用想象力带观众建立无同款的画图世界。基金会嘛表示，希望社会大众会当透过拉力的仪式，给囡仔真正的动力。新竹华新闻李敏宏合笔采访报道。